诶，这是毋是有一个跳一个哈？啊对啊，有一个太平洋战争哈。啊，太平洋战争的时阵，伫1941年爆发。啊，这个之前呢，啊，真侪台湾人啦吼，那家庭环境好的吼，拢送去日本读册，吼。啊，日本读册了呢，因有的拢无转来吼。就等日本呢转战中国华北去吼、哦，因为迄当时日本伫中国华北成立一个满洲国，啊，你成立一个国家的时阵需要足侪人才吼、哦，啊，所以遮优秀的台湾人就走咱满洲国去吼、哦，去啊服务吼、哦，啊，伊人数大概有4、5千人的台湾人伫遐吼，啊，大多数是医生啦吼。哦啊，当然，其他的职业也有啦，吼。但是，因去到中国了呢，毋敢讲家己是台湾人，吼。啊，拢讲互相之间讲，啊，咱是白痴啊，吼。啊，表示讲伊是台湾来的安尼，吼。这就是，那像1960年代、70年代的台湾人，拢去美国读册，讲意思，吼。迄当时拢在日本，吼。啊，但是伫台湾呢？家庭经济较歹，啊，后尾呐，伊无法度去日本读册啊，遐贵啊。当时嘛无啥物飞机吼，拢爱坐船去日本吼、哦。啊，所以才会袂当去日本读册，才子弟呢，啊，到日本因为战争的关系，征调去做军夫，征调去做兵，吼、哦，啊，送去即个南洋啦，吼、哦。当时咧讲南洋战争吼，印尼、菲律宾吼、澳洲遐战争吼，啊，结果呢，去个几啊万人吼，啊，倒来无几个人吼，大部分拢战死伫南洋啦吼，啊，即可能咱有诶一个朋友哦，即先辈真侪因诶爸母，啊，是讲因阿公吼，战死伫南洋诶吼，你拢捌听诶吼，啊，甚至呢。即、这个太平洋战争结束的时阵哦，10几年后，啊，佫有一个原住民呢，伊毋知影讲战争结束啊吼，啊，佫秘伫印尼的迄个树篮内底，啊，佫咧继续战争呢吼，因为伊无消息啊，毋知讲战争了啊咧吼，啊，结果10几年后，佮倒来到台湾吼，即有一个故事啦吼，啊，即4、5年无战败啊。啊，即马去到中国，即个祖国牌吼，伊是讲哇，啊，即声袂歹哦。咱倒来台湾接受台湾吼，啊，都有好康诶吼，啊，都回归祖国啊，安尼吼。结果呢，伫1947年，啊，中国人就开始台啊，台台湾人吼，啊，即个祖国牌吼，因诶梦就吹去吼，啊，所以台湾独立思想呢。但即个1947年吼，228事件以后开始形成即个台湾应该变成做一个国家的想法吼，以前无迄款想法啦吼。啊，即个228被杀死吼，即台湾人呢，照即个 George Kerr 啦吼，即美国一个副领事写的吼，即个被出卖台湾吼，伊是讲。大概吼、哦，估计差不多2万人吼、哦、以上呢，互即个国民党清算啦吼、哦。啊，真侪人讲哇，这数字可能毋灵啦吼、哦，应该有较侪啦吼、哦。所以台是真侪吼。当然遮我是一挂啦吼，讲一挂吼。啊，即、这个张七龙医生呢，是花莲人吼，即、哦、花莲来吼，伊、哦、是花莲的人吼。哦诶，医生呢？诶，伊囡仔吼，大部分嘛医生吼、哦。啊，国民党掠时，老爸掠啊，三个囝拢掠呢，三个囝吼、哦。结果伊上细个囝吼，落地啊吼，第一个纸条写讲军医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国民党讲讲，啊，这可能军医吼、哦，甲放倒去吼。啊，结果张七龙甲伊两个囝仔拢枪杀吼，一家三个人枪杀掉吼。哦啊，即清查无去的，即人哇，
你会走啊，走路啊，啊无嘛是死嘞吼。啊，所以即、这个贾雪红、杨克洪，即台中人吼、哦，是台湾的共产党吼、哦。啊，贾雪红吼，一个真传奇的台湾女性吼，伊、哦、出身家庭真歹吼、哦，啊，分袂做养女吼、哦，啊，袂来袂去吼、哦，啊，靠家己的打拼努力吼、哦，啊，最后呢？啊，去到莫斯科大学读册吼，一个真巧吼，真即个传奇的女性吼，啊，即、这个二二八的时阵，国民党嘛要甲掠啊，即共产党啊，吼、哦，即个掠啊，枪毙啊，啊，伊啊走啊，诶，啊，伊要安怎走呢？伊伫台湾啊，伊讲诶，上危险的所在啊，就是上安全的所在，啊，所以走倒呢，走去高雄左营的军港吼。国民党的军港吼，啊，坐着即个国民党的军舰吼，坐去中国吼，啊，就逃亡去中国安尼吼。啊，即、这个廖文彦咱知影吼，廖文彦就是分林吼，分林即、这个啊，西雷啦吼，西雷的人吼，即、这个大家族。啊，即、这个廖家呢，大家族吼，即、这个家族吼，哇，出产六个朴树。好，美国博士呢，真无简单哦。啊，廖文彦本身呢，伫日本读书，佮走去中国金陵大学佮读册吼。啊，廖走去美国吼，啊，摕着即个化工博士吼。啊，廖呢，即、这个国民党要甲掠吼，二二八甲通缉，啊，伊就走啊，走路走去日本啊。啊，日本做。台湾独立运动，佮成立台湾临时政府，吼、哦，啊，结果国民党抓袂到嘞，人伫美日本啊，啊，结果安怎呢？伊抓，啊，你我抓你袂到，无要紧啊，我抓你兄弟啊，抓你亲情，吼、哦，抓你兄嫂，啊，你的土地，伊这大家族啊，土地足济，哎、欸，我财产总甲你没收，啊，你要倒来无？你若无要倒来，我亲戚一个一个甲你判死刑。哇，即声厉害呢吼！啊，咱若是廖文彦先，啊，咱要安怎？咱要坚持临时政府，还是爱倒来救遮人？所以嘛，想真久吼，啊，到尾伊是有倒来吼。啊，倒来当然真侪台湾人有甲骂啦，我你投降啦，安怎啦吼？但是咱良心讲吼，诶，伊倒来救伊遮亲情吼，伊一寡兄弟仔，就弟仔廖书豪，安尼判死刑啊，倒来变无期，啊无期关几冬了，甲放出来吼，啊伊的财产呢，一部分还伊吼，一部分还伊，啊当然伊倒来吼，嘛真郁卒啦吼，啊无偌久就过身啊吼。啊，即、这个苏炳先生，咱嘛知吼，即、这个吴医生吼，诶，90几岁啊呢，一生落咧做台湾独立运动吼，啊，即摆伫台湾独立新庄吼，嘛继续安尼吼，虽然官也举咧吼，伊嘛咧行街头吼，真无简单啦吼。1949吼，啊，拄拄啊有讲吼，啊，蒋介石呢流亡来台湾吼。啊，即、这个国民党呢，伊本身两党的性格吼，1945年，伊是受民军的即个命令吼、哦，来接收台湾、占领台湾吼、哦。啊，1949年啊，伊互共产党打败、消灭，啊，逃亡来台湾。啊，所以伊两党的性格吼、哦，第一是占领台湾，第二伊是流亡台湾吼。哦啊，1950哈，拄啊讲吼，伊是复行逝世吼，啊，要起来做总统啊，啊，开始起来做总统呢，哇，就开始白色恐怖吼，大掠人啦吼，毋了讲即个台湾人，伊家己中国人嘛，照掠吼，照枪毙吼，啊，所以真侪台湾精英吼，啊，都毋敢讲话，毋敢出声啦吼，啊，1952年吼。即、这个旧金山合约 （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） 吼、哦，啊生效安尼吼。啊，60年代，五零甲60年代吼、哦，
真侪台湾人因为即个白色恐怖关系，大家都走啊，吼、哦！啊，即少年囡仔大学毕业啊，都出国要留学吼、哦，啊，就走去美国吼、哦，啊，走去美国了，就从事即个台湾人的独立运动吼、哦，啊，第一个成立的，就是1956年吼，即、哦这个 Formosa Free Formosa 啦、哦、吼，台湾人的自由台湾吼。哦啊，这人吼，这人大部分那个地嘞吼，啊有几个已经过身啦吼。啊，1957呢，啊，省议会吼、啊、开始选举啊，啊有所谓的这五虎将吼。啊，1964年，啊，这个彭明敏先生吼，彭明敏教授，甲伊两个学生，一个是贾聪敏吼，一个是魏定条吼。啊，魏定条是何家人吼，啊，已经过身啊吼。伫1964年吼，画台湾人民自救宣言，讲反攻大陆无望吼。迄、那个年代是反攻大陆去的年代呢吼。啊，你画讲反攻无望，啊，就太头多啊，画就掠起来吼。啊，掠起来，学生当然是判刑啊，十几年啊。啊，这个教授呢，因为国际上有声望吼，无啥敢来判刑，该软禁吼。啊，软禁三四年后呢，这个彭明敏教授里面讲，安尼嘛危险呢吼。伊、哦、有一天若去国民党安尼做掉，嘛真冤枉呢吼。伊、哦、嘛想要走呢吼，爱要安怎走？伊24小时啊，弄好你也袂晓监视呢。啊！伊走无路啊，要安怎走？伊这真巧吼，这台湾人真厉害。伊想一步，想啥物步呢？伊即摆逐天吼，就徛到伊客厅的窗仔头前吼，啊，互廖伯仔看，吼，啊，就调工老喙手啊，老头毛啊，吼，啊，久来呢，啊，就变胡手的呢，吼，啊，有一天，一个美国的宣教师叫做 Thornberry 吼。这双教授嘛是福州的咧，吼，都两个拢福州咧，啊，伊就来个拜访，吼，啊，暗时来，吼，啊，所以了别嘛看无讲伊是啥物人，吼，啊，结果见面呢，迄、那个暗时，当然那个拜访的人爱转去啊，结果出去的呢是彭教授，吼，啊，这个美国双教授，这个福州的，哎，留伫遐见面，吼，啊，天光呢？啊！这个美国宣教师就徛在迄个客厅头前，互了别个看咧哦。啊！这个彭教授啊，福州啊，搁伫遐咧吼。啊！结果这个真正的彭教授啊，本尊吼，啊，已经飞去到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咧吼。啊！结果了别个报告照写吼，啊，就彭教授无时无刻啊，搁伫因家吼，啊，伫遐徛伫遐咧吼。有这个故事啦吼。啊，1970年，啊，这个台湾世界台湾独立联盟成立吼，啊，这成立当时的这领导者呢，啊，大部分会使讲拢倒来台湾啦吼，这个蔡同英、张善龙吼，啊，拢倒来，拢投入双股啊吼，啊，1970年，啊，拄拄有讲吼，这彭明敏教授脱离这个瑞典吼，啊，1970年。黄文良地主宅吼，伫美国有一个气象的这个事件吼。今仔日也无时间讲这气象的故事啦吼。啊，1971年吼，蒋介石甲伊的代表互驱出联合国吼。啊，这点咱观念要清楚吼，并毋是中华民国互联合国驱出吼。伊这个联合国的国语文呢，伊写讲蒋介石及其代表吼，佮、哦、驱出联合国，啊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真正唯一代表中国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咱即摆咧话讲中华民国爱等于联合国，唔对吼、哦，因为联合国内底有中华民国的会籍。只不过中华民国的名呢，但中华民国改做中华人民共和国，吼、
所以并不是中华民国哭出的那个哈，这点大家啊真清楚了哈。1975年蒋介石死亡，1977年中了教会有一个林冠双言哈，宣布台湾啊变成做新个独立的国家哈，1978年呢，蒋经国呢继续独裁统治台湾。1979年，哇，真侪代志发生哈，美丽岛事件哈，即拢咱大家了解。1979年，美国甲即个所谓即个中华民国啦哈，断交哈。1979年呢，美国国内呢通过一个国内法，叫做《台湾关系法》哈，《台湾 Relations Act》哈，一个美国本身呐、通过一个台湾关系法，和台湾发生一个关系。台湾呐是一个国家的时阵吼，就是国甲国有一个条约，你唔可有法度约束两个国家吼。所以台湾关系法呢，证明讲台湾伫1979年，美国就唔认为讲台湾唔是一个国家吼。所以台湾关系法其中的一条呢，有讲1979年正月初一开始吼，无要叫中华民国的名吼，中华民国的名改做台湾统治当局吼，伊的名就是安尼吼 ，The Governing Authority on Taiwan 吼，伊是统治当局。所以咱伫台湾的话讲，哇，总统选举。总统选举哦，唔是啊，咱是咧选台湾统治当局的这个局长啦，哈，唔是总统，咱家己封总统啦，哈，封啊呢真欢喜安尼哈，所以这证明啊，你都唔是一个国家啊，哈，1986年，咱知影民进党成立吼，突破党禁成立，1987年呢，台湾戒严的。解读哈，实施38年哈，这全世界上长的这个戒严哈。了呢，这个戒严了呢，哇，真侪人讲这都真安全啊，大家拢跳来选举啊哈。因为选举伫中华民国体制选举，有好康的呢哈。不管你选赢选输哈，一票拢30块呢哈，我算算话袂少钱呢哈。1989年呢，郑南榕先生自焚哈，为着这个言论自由啦哈。1990年，哇，这个早期60年代、70年代走去海外读册，这台湾留学生呢，大家拢乌名单，拢想要转来哈，要安怎转来？就突破乌名单哈，走转来安尼哈。则真侪人走转来吼，拢投入选举吼。我当时嘛是乌名单嘞吼，伫1971年吼，我是经过日本东京，我当时是摕瑞典护照吼，去日本请签证，转来台湾，来到桃园，哇，真欢喜嘞吼，脚踏入台湾的土地，30冬无转来吼，脚踏入台湾的土地，哇！伫桃园要冻掉咧，讲无要互我入来，讲我这个护照真诶呢，歹势哦，你签证嘛真诶啊，我来袂当入来，伊讲歹势啦吼，我这行政疏忽吼，签证甲你冻唔掉，我冻唔掉恁兜诶代志啊，对无？我要入来啊，吼，硬甲冻到机场冻4-5点钟吼，尾啊吼，派一个少年诶吼，穿个皮诶夹克吼。哇，都甲我举起来了哈！我还没到武艺部武术哈，叫举起来，直直撞撞撞伊飞机顶悬，佫甲送倒去东京。哦，我就足受气的讲，即阮兜呢吼，我若袂当转来，好啊，我就发誓讲，我用家己的办法转来吼。所以我伫刚迄年的6月吼，我正月叫光头转去吼，我6月就等桃园机，唔是等松山机场。我就大摇大摆就入来咧吼，
哎，我是摕别人的护照啦，歹势啊。啊，但是摕护照嘛爱有基准的吼，我伫遐找讲，即个护照含你的身高差不多，面型差不多，年龄差不多，我找真久呢。啊，找到即个人佫愿意护照要借你吼，即嘛无简单吼。啊，所以我就顺势就入来啊吼。啊，入来我就想讲，啊，入来就无代志啊咧。我就隔工就开记者招待会，讲我回来了吼。啊，你要找我，要安怎找我呢吼？我是讲，转来是我的权利啊！你要甲安怎？结果呢？国民党用迄个什物国安法啦，吼，偷渡入境，哇，甲起诉咧，吼。我讲啊，这可能起诉假啦。过去这乌名单了嘛，5个月、6个月，一颗罚金都无代志啊咧，吼。结果伊甲判一年，吼，啊，判一年啊去坐监咧，吼。结果我转来乌名单，哇，国民党判一年。伫台湾坐监365天，哇，一天拢无甲减嘞吼。啊，所以即海外台湾人吼，过去伫海外讲，哇，台湾咧独立吼，咱要用一切手段拍倒中华民国吼。啊，即马改完了，逐个拼倒来吼，用一切手段到底选举，中华民国体制内底选举吼。啊！因为中华民国体制内底选举，咱若投入的时阵吼，咱等于帮忙中华民国体制继续伫台湾活落去，吼、哦！啊，所以中华民国的选举，咱来抵制，咱来无合作，咱毋是投入去选举，因为伫国际上，假使中华民国选举，伊选台湾统治当局的即个局长吼。伊若无10%，你若讲得票率10%、15%哦，即情势伊阁无共啊。人讲啊，台湾人无支持即个占领者吼，即、哦、来改变啊，爱换人啊吼、哦。啊无啊，咱逐个拢投入选举啊，吼、哦，啊得票率有啊，70%、80%吼，90%安尼吼。啊，所以你有甲支持啊，所以你咧话啥，你免改变啊。咱就继续安尼就好啊，对无？啊，所以1990年，吼，啊，李登辉就是 ROC 的即个总统，吼。啊，91年，吼，啊，大都会，啊，七八行动联名，吼，啊，一直到即个1996年，啊，即个民选总统，吼，啊，李登辉就是第一任的中华民国民选总统，啊，2000年呢？哇！啊，变啊转调啊，真欢喜啊！吼，我嘛忒欢喜啊！呢哦，真兴奋！我是讲，安尼台湾可能有希望啊！呢吼，咱地位会当改变吼。啊，结果毋是咧，证明讲，迄当时咧画的，所以正名建国吼，啊，要用家己的即个正名建国，啊是，伊咧制定宪法。啊！就我都改变台湾，变成做一个国家，即条路未通啦吼！啊，毋然讲未通呢，啊，变啊本身呢，啊，拍来乌罗吼，即马阁关伫乌罗安尼，伫遐受苦啦吼、啊！啊，所以结论就是讲，后续选举吼，啊，未当建国吼。啊，2006年啊，拄拄啊有讲吼，即、啊这个过即个美国的。即、这个法院吼，啊，主要是根据即个美国的即个宪法吼，台湾呢变成做美国海外一个未合并的领土。未合并的意思就是讲，台湾本土台湾人毋是美国的即个公民吼，你袂当摕着美国的即个护照呢，但是你。应该有这美国宪法的保障吼，啊，你美国应该给阮这个旅行证件，吼、哦，旅行证件毋是护照，会当互你去旅行吼、哦，啊，伊对台湾有管辖权吼，啊，所以证明呢，这个 Richard Hatzo 林志升先生等等吼，因这个论述吼、哦、是正确的吼，会使讲是1945年以来。对台湾地位的这论述吼，啊，上正确的一个论述啦吼，
啊，这个论述接受美国法院的这个严正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真无简单啦、啊，吼、哦。啊，美国控，你讲控酒，吼、哦，啊，拄拄啊讲过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高等法院的破决文，吼、哦，啊，就是安尼讲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六十几年来，啊，台湾人一直生活伫政治联合内底，吼、哦。啊，无有一个一致认知的这个政府，啊，伫国际社会上呢，无确定的地位吼、哦，就甲咱指出咱台湾的问题吼、哦，啊，非常清楚啊哈、哦。啊，所以咱即摆知影台湾问题要解决呢，就是爱美国，美国爱出面，啊，日本爱出面，啊，来解决这个台湾的问题吼、哦。啊，即摆咱的时间差不多要到啊吼。哦咱留两三分钟啦吼，啊，各位看有啥物问题吼，啊，要来分享一下无吼？那无问题吼，啊，来，请再讲来，你有问题无？美国知哦，对，应该美国来处理，这无唔对，哎，哎，啊，美国放外外，哎，对，这美国啊，美国做唔对啊，足济啊，唔是干这件，哎，六十几年嘛拢唔对啊，哎，到即摆也徛出讲话嘛无啊，哎，所以美国是为着伊本国的利益，并不是为着台湾的利益。每一个国家拢相共吼，拢徛伫伊家己国家的利益来咧做决定，吼、哦。咱袂当讲哇，你国际上有啥物正义，啥物无，迄是讲假的啦，吼、哦。咱为着家己的利益，啊，家己爱拍拼，吼、哦。这是有影，这美国唔对。对啊，啊，当时。1949年，伊若无将蒋介石佮送来台湾，咱无代志啊，那好过个，对无？无啊，迄政策又佫改变啊。哎。哈哈哈！哦，你这个想法啦，吼，天时地利啦，吼。有啦，每一个这个事件的发生，当然拢有迄个时空背景啦，吼。啊，要个解说天时，嘛是会使安尼讲啦，吼。诶，啊，即马可能是差不多到啊，吼，是台湾民政府的时代啦，吼。中华民国啊，差不多啊，宋庄啊，吼，啊，个出庄啊，吼，差不多迄个时代啊啦，吼。诶，啊，搁有无？那无哈，啊，咱伫这所在来结束今仔日的课安尼吼，感谢大家，感谢。请起立，今日请一休困十分钟。